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欢迎翻嚟出嚟，兄仔今日又继续翻嚟玩呢一个 Coaster Planet 啊！好啦，咁啊上一集就整到呢一个嘅过山车啦，咁咧系咧就要嗱声咧将佢咧连翻落路口啦，因为咧我已经查上网查过个 shortcut 咧，原来 U 同 J， 但系我冇钱啊，问题系喂。一嚟到就冇錢咩？頭先開機我真係有錢喎，點解會咁呢？喂，唔掂啊！啊，冇辦法啦。佢呢个咧几时可以开发？仲测紧啊，测咗好耐，其实。咁咧。欸，有錢。喂，有錢啊，嗱一聲起咗先。喂，等你個肺啊。咁咧呢度咧，就去话咩堵塞边度堵塞啊，大佬！诶，比赛嘅啫嘛，哇！算啦，唔好理佢住啦。服啦，系剩翻服少少啦，出口。咩正在追咩？睇唔到啊？有咩问题啊？好煩，喂，咁樣啊，終於搞掂啦。開飯，唉 ，nice。嗱呢度咧。條路咧好明顯有問題嘅，所以開腿改。所以點解咧？到而家咧，真係測試緊。咁咧，點樣教佢嗰個嘅？阿飄家。
12.5啦，呢个咧15蚊好似太贵啊，12.5啦。 哇，有垃圾喎，因为乱咁抌嘢，又冇人答嘅，点解呢个？OK 啊，其实咁咧就教快少少嘅时间啦，睇下啲游客会唔会咧去坐呢个或者呢个啦。 咁咧，当系有整写喺度，诶，呢个咩啊？啲提款机咁嘅样，你咪变咗。喂，我想放，有咩问题咧？哎呀，又冇钱，我知得啦。 赚好少钱喎，景物。咁咧，我哋咧就整翻少少嘅景物喺度啦。佢话排队嗰阵咧，景物咧系好差嘅。咁呢一度咧整翻个包啦。诶，有人坐咯。 哇！一个人坐，睇下试过先。喂，哇！顶太快，我觉得。 有一个嘅 OK 喎，其实好啦。 就睇下佢第一人称视角啦。哦，我哋一齐坐过山车，呢个全新嘅过山车。哦，你咧？喂，其实好挫，我想讲，你都唔好啊，呢个过山车。 咁咧就睇完啦，几快坐完呢个过山车，咁我哋咧就行出去啦。咁究竟呢个人究竟会去坐啲咩过山车好咧？好啦，睇啦。
但可惜冇乜人坐喎，真係呢個過山車咧。誒，呢個過山車反而多人坐，咁啊票價咧咁就提高啦，提高一個半先啦，冇14.5啦。唔係啊，目前為止呢一度咧係最多人排隊，所以加加價先。咁咧，我哋咧就係免設計圖。喷射式嘅，但冇钱喎、啊。冇钱起唔到住啊！暂时嚟讲呢，喂，管理嗰度其实蚀喺边啊？人心金金喎，佢蚀喺人工喎，人工太贵咯，睇嚟。咁咧，我哋咧就需要咧管理一啲嘅员工啦。啊，扣人工，你都扣人工，扣人工，扣人工，扣人工。嗱，唔满意嗰啲咧，唔满意份工就辞职咯。好刻薄啊，冇办法，系要同呢一个嘅市民咧。哇！你嘅工作量低到咁，一定要扣就係講150啊，扣剩你都得150啊，無限制 set 翻去做一個咧120，跟住呢個咧都要扣人工啦。系啊，依个工作量高咧，咁啊算啦。系咯，如果工作量低嘅话咯，即系 set 翻咗无限制呢件事。工作量。又咁啦。喂，其实咧，唉，算咁咧，呢一个咧乘风破浪咧，点解仲测试紧咧？我知啦。通常呢，如果是有这个的这个出入口，这个入口来的，是吗？在这里呢就用回普通的，喂，不得啊，他那个出口咧點樣？
按住整块铁路俾佢先。好啦，咁咧开放。好，暂时就咁啦。咁咧，我哋呢一个嘅，喂，其实咧，佢景物咧，真系要整多，整好少少咯。同埋咧，佢有啲咩游客啊，咩星际牛鱼。加料啲价咪得咯，咁平咁平做咩咧？7蚊，呢个都系7蚊，呢个7.5，主要多人排队嘅地方全部加价唔理，15、19、11，呢一个系咩嚟噶？10蚊啦。呢个贩卖机咧，得5蚊啦，咁平嘅啫。跟住可唔可以 move 佢啊？我呢度路口咧，真系多到白，全部清垃圾俾我哋清。好，大概系咁样先咯。真系冇钱啊！个乐园好唔掂嘅讲。咁我哋今集又搞少少嘅財務狀況，同埋搞翻 fix 咗一啲嘅出入口問題啦。咁咧，仍然一直都係出入口嘅問題咧，就令到佢咧就開放唔到。所以咧，喂，其實咧，我到而家咧，我都唔知佢入口喺邊啊，係咪呢度啊？就是、過山車嚟啦，過山車一種啦，呢度 Space Mountain 嘅物體啦，係咪？一個我真係唔知道，我到而家我都唔知佢入口喺邊，成個樂園嘅入口。所以係啦，咁我哋今集就嚟呢度先啦。如果中意嘅話，都求翻個 like 啦，你訂幾多訂閱啦？我哋呢一個嘅一個勁多人。因为真的太多人在讲笑，太挤塞了各位。那我们下次下一集再见，各位，是不是？拜拜。